最近我在欧洲的线人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情报，说等一下在这儿有两位重要嘉宾出现，而我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秘籍。虽然我的任务失败了，但是您要依然关注由生娃养娃尚蜜雅一起做个好妈妈进口母婴领先品牌蜜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宇宙第一档纯网育儿综艺节目催神驾到。我还有一句话，无理催神到，育儿力反到，还要感谢我们的超级合作伙伴浩瀚高速汽车安全座，新能科技更安全的联合赞助播出。别装死了，节目开始了。太不容易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詹姆斯崔以及崔女郎陈嘉宾。崔神驾到，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大家特别喜爱的 James 崔崔宇涛大夫。这是您今天带来的这个超美超美的崔女郎是吧？谢谢。沈佳妮小姐欢迎。大家好，大家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素人妈妈郝瑞妈妈，欢迎。谢谢。你看过佳妮的微博吗？实话实说没关系。看过她老公的，她老公的微博上关于老婆孩子微博你看到过吗？其实她有很多孩子的，她的微博上。她晒妻吗？也晒，也晒，那就行。晒娃晒妻狂魔是吧？这是您，哎呦妈呀，哎，这是生之后的照片是吧？我生之前，实话实说。我在看那张宝宝的照片，哎呀，好可爱呀、啊，叫啥？小名叫猪哈哈。猪哈哈是吧？一听就是闭月羞花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叫催神帮帮忙。第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玉学员的留言。妈妈问：宝宝的舌苔特别厚，什么原因呢？其实舌苔特别厚，这特别厚很难具体的量化界定。对，其实，在吃奶的宝宝有舌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只要孩子整。个的身体状况饮食良好，不用担心舌苔的多少，千万千万不要给孩子刮舌苔，这样的话会导致舌的味蕾的损伤，对孩子舌的功能以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不说上火了舌苔就厚吗？上火本身是消化系统的一个表现嘛，所以舌苔也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嘛，所以就容易表现出来，但是没有那么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或那么必要的去纠正。明白了。好，看下一个问题。这个是来自乐视视频的留言。妈妈问：多大的宝宝可以开始吃果泥了呢？实际满6个月以后的孩子可以吃辅食。果泥属于辅食的一种。那言外之意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可以吃果泥，但是在这提醒家长一句的是，果泥它有不同的味道，我们尽可能刚开始给孩子吃的是不要特别甜不要特别酸的，也说味道不要特别重的，以免孩子对开始添加的没有太多味道的辅食失去了兴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蜜芽圈的提问，请看。这个妈妈问：新生儿应该怎么穿衣服呢？一定要穿袜子、穿长裤吗？这也是我一开始特别纠结的问题，每天他穿什么，真愁死我了。实际呢，给孩子穿衣服，一个是要根据气温，再一个呢，就根据习惯。你不能说今天穿袜子，明天脱了，或上午穿了，下午脱了，今天穿长裤，明天穿短裤，后天又穿长裤，不要变化特别大，因为孩子小吧。他对变化适应力比较差，所以没有绝对的穿对不对，但是经常的改变肯定是不对的。接下来该你了。我作为最幸运的妈妈，你有啥问题要问呢？崔医生，我想问一下，我的孩子最近身上起了很多湿疹，然后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湿疹对他洗澡有没有影响，他是能洗澡还是不能洗澡？其实，湿疹的孩子更应该注意洗澡，为什么？因为皮肤比较糙。容易挂上一些皮屑呀或其他脏东西以及细菌，所以洗澡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用太多的浴液，而应该用清水，就温水洗就可以，一天一次足够了。这个问题您问得太到位了，
我特别头疼这事儿，咱能把这问题摊开了好好说说吗？没问题啊，好吧，好，我们整集体研讨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蜜芽圈的提问，如果你也想提问的话，可以下载蜜芽 APP， 进入蜜芽圈催神驾到专区，把你的问题问出来，幸运的话，催神就给你解答。我们说说枕着那点事儿，好吧？这一题板，两位妈妈，一个，请告诉我们，你认为湿疹会出现在哪些地方？佳妮，你把热疹你认为该出现的位置给我们标出来，好吗？我们先看看佳妮这个热疹，鼻子上都热了，是吗？我闺女最近这儿就有点小点点，我就觉得是热的。热的哈，对，鼻子上都热着了，这得、你戴口罩了，鼻子会出来，就她喜欢捂着一块毛巾吃手。哦，那挺独特的。脸蛋、鼻子、脖子下头，对，这是什么？肚子就那个肉肉呢，肚子挤的那个肉肉呢，肉褶上是吧？肉多的地方都会有一些。OK， 这是她认为热疹的地方，湿疹呢？来，郝瑞。我觉得他是应该这个地方就是爱出汗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会那是嘎吱窝是吗？对对，还有这个肘关节这儿里头，对对对对，还有这个就是腿膝盖后面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腘窝是吧？腘窝，对对，腘窝这个地方，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地方都是就是容易出汗，那其实跟热疹差不多，这有没什么区别呀？这个。哎，我额外问个问题，崔老师，小男孩小鸡鸡上会长湿疹吗？会，真的吗？真的。热疹呢？也会。哎呀，多发吗？不多发。为什么不多发？为什么不多发？我就问你呢，为什么不多发？他知道的，他知道，比较透气啊，比较透气，因为他老换尿布啊，老去。相对比较透气，明白了。咱先说哈，他们两位这个标注的位置有没有问题？这两个标注位置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整个的湿疹和热疹都是全身性的皮疹，另外至于说部位上没有什么特别区别。但是这位妈妈一看孩子比较大了，为什么比较大了呢？因为孩子刚开始头面部开始出湿疹，逐渐大了以后到什么呀？各个皱褶处，所以画的全是肘窝、腘窝、股骨沟。就说明孩子长大了以后湿疹集中到的全是皱褶的部位，因为大孩子的脸部起湿疹机会不多。孩子多大？六岁。你看六岁了嘛，果然。所以呢，他一看这部位，他就跟小婴儿发生的湿疹部位不一样。佳妮画的呢，其实就是一个遮盖部位就可以起热疹。他为什么鼻子会起呢？刚才佳妮已经说了，因为他遮盖了鼻子，老去拿手在这遮盖住，所以遮盖部位起热疹。但小婴儿面部热疹比较多在哪？母乳喂养，天天他的脸和妈妈的乳房密切接触，妈妈在喂奶的时候会出汗，汗渍会使孩子脸出现很多热疹。所以我们对那些只是脸部有热疹，其他地方都挺好的，一问母乳喂养吧，妈妈说你怎么知道的？这疹子这部位，仅仅这个部位就能说明是母乳喂养。接下来任务没完成的啊，还有一半。我手上有一些选项，这些选项是湿疹和热疹分别的构成原因以及表现形式。看到了，你们俩随便选，把认为对的贴在自己那一方，好不好？好。你是湿疹，你是热疹，来，两位选吧。来，过来。好。你转过来到这边来选。湿疹。完了。嘿，他都留给你了，对。那我就多选点。完了。这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我遇到的经历。还要吗？要，再要一个。您感觉是进了超市不要钱的？好，来，请贴上。贴反了。那咱们现在这少的说吧，好吧，这简单点啊。热疹无感觉什么意思？就我们家孩子出热疹的时候，他没感觉，他没哭没闹，没有挠，没有不舒服，就很正常，该吃吃该睡睡。所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没事儿，没事儿，是吧？他没事儿。有意识无意识，轻微不是，轻微不是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没有表现出来。那边的不透气你为什么不选？不透气啊。热疹怎么造成的？热的。没说一样，湿疹是湿的。他这对吗？其实妈妈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热疹本身孩子反应很小，所以有时候看见孩子满脸恨脖子这块都小白泡了，就那种化脓了，孩子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因为这个本身不像
一会儿我们讲到湿疹，它反应比较明显，所以热疹不用治是吧？不是，这跟不治不治两码事。因为热疹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它可能会局部化脓，化脓会成脓疱疹。脓疱疹严重了以后，细菌也会进入到血里头，也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热疹了怎么办？热疹了怎么办？就保持凉爽呗。对，就不热了就好了。对，别让它热。对，天气热了，该开空调开空调。明白了，只要不热着就行了，对，自然就好了。对，好，好。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母乳喂养的孩子脸上容易有这个热疹，对对对，怎么办？我们家那种啊，哎，怎么办呢？就是妈妈本身在母乳喂养的时候会出很多汗，完这很多汗渍会粘在孩子脸上，所以喂完母乳的时候用特别软的毛巾蘸蘸孩子的脸，把妈妈出的汗到孩子脸上这些给蘸掉就好了，就会好多了。好，接下来咱们说说湿疹，好瑞选的怎么样？不透气，有意识抓挠，无意识抓挠，哭闹，还过敏，是吗？对，这么严重吗？我感觉是这样的啊。其实湿疹呢，它不同年龄表现的不一样。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小婴儿主要头面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头面部、耳朵周围，完了甚至头皮里都有。所以长大了以后呢，到这种皱褶的地方，所以一个转移。但是呢，对于湿疹来说，有意识抓挠是特别明显。但是是不是跟过敏有关？那我们一看湿疹还有严重程度和时间长短。因为湿疹总体来说，孩子皮肤本身发育不够健全，缺少了一种蛋白质，所以它代谢会有一定的影响，才可能出现湿疹。但是过敏是反复严重湿疹的原因，但是不透气跟湿疹关系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小儿头面部为主，它就算最透气的地方，湿疹照样很严重。所以呢，不透气应该跟热疹要说起来还能有点瓜葛，但是要跟湿疹来说就没有特别明显的了。你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湿疹怎么治？湿疹怎么治？湿疹第一个，我们平常用清水洗。刚才我已经回答这个妈妈说，每天要洗澡用温水，快速洗，洗完了以后多抹润肤露，不用浴液，如果不用添加剂，不用浴液。如果说真的要是比较严重的湿疹，在医生指导下可以抹一些含药的润肤露。如果您想跟我们的节目进行深入互动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乐视视频催神驾到专区，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崔玉涛的御学员，点击菜单页进入专区，或者下载蜜芽 APP 进入蜜芽圈的催神驾到专区，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就有可能被我们挑选到来现场跟催神面对面互动。接下来我们进入养娃那点事儿，本板块由节目行业赞助品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和宝宝全家人都爱的健康好水怡宝纯净水特约播出。平时你喝怡宝吗？喝过，喝过，我估计也喝过。你上过蜜芽吗？上过，上过，就跟孩子有关都上过。你们家孩子坐汽车安全座椅吗？坐过，这不是坐过，必须要坐是吧？坐。这三位一体啊，好嘉宾，今天你来我们这儿，你得听说你带了一样你的这个星妈法宝，正常、是吗？对，就是安抚物。你的法宝是什么？就是一块口水巾，特别简单啊。对，就是一块口水巾。你也太糊弄人了吧你！真的真的。你的法宝就是块布啊。对，这是他自己选的，这是孩子自己选的啊。因为他就是睡，在最开始我们是因为小孩宝宝刚出生不是要卫生吗？那个怕有细菌什么的，就我们抱着的时候就垫一块口水巾在肩膀上，然后他可以趴着或者躺着睡着，然后用着用就用习惯了。然后他渐渐他就会抓着这个，他吃手他不直接吃，他要抓着一块布吃手，然后他就抓着口水巾吃手。其实说到这个，孩子对甭管吃手或其他物品的依赖都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孩子自我要安慰，就是说因为关键就是这个东西他会不会所谓的脏嘛，清洗不太容易嘛，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小问题。好，今天我们除了这个您分享的这法宝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妈妈特别一些民间的秘方，妈妈琢磨出来成为让宝宝变得更漂亮的法宝，说一说非医疗整容这件事儿，怎么让这名字就挺瘆的吗？非医疗整容。其实这些东西吧，有人说了，睫毛会越剪越长，本来就刺激生长，但是不刺激它也会生长，但睞毛真要太长了，是不是也不正常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那个好就够了，都要到更 好，这个就是问题了。有这个科学依据没有？没科学依据，没有啊。对，再一个剃胎毛，头发更茂密，剃胎毛这个剃字
其实很重要。嗯，为什么叫很重要呢？我们如果说给它刮光了，刮很可能头皮还会损伤，长出来以后头发还有某些地方可能不长的，比如说这个剃头的它有一个卡尺，我们家有，哎，这卡尺呢往前推不同的档位，它就会跟头发之间呢有一定距离，有距离以后你在剃的时候呢它不会从特别的挨着皮肤的头皮保护作用，保护作用。您家里有这个？我家有这个，这个比较简单，给哈哈给我闺女用的、啊、对，就用过一回，2月2的时候象征性的剪了一下刘海，因为我们还在长大过程中很多很多因素会导致这牙齿齐不齐，比如说哪颗先出，哪颗牙相对大点或相对小点，可能相对大点牙先出，晚出那个牙就没有位置了，很可能就往前错往后错，但是我们有现在有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整牙的这个整体，从3岁开始就可以做了，所以呢不需要那么急功近利为了拔牙再去做这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好。哎，那什么时候拔乳牙呢？真的那个底下牙都恒牙都出来了，那个牙还没有掉，那是为了让位置，那个跟这个说的可能不是一个意思。 OK， 好，我们看第二条，叫大力出奇迹。这事儿吧，我觉得就反正挺有普遍性的，而且不一定没有科学道理。比如说捏鼻梁，鼻梁就越来越高啊。我觉得你这鼻梁肯定捏过，我小时候被捏过，你看被捏过，被迫捏过。捏耳朵，耳朵更圆，然后呢裹腿，腿能更长更直，拔萝卜让孩子长高。其实这本来就没有一个定义，你要说他真有畸形的话，估计这招也没有用，捏不过来。他没有畸形，你弄了半天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第三条，这条肯定。第三条是最不对的地方啊！为什么最不地方？我们这一小娃娃来，哎，我们看着啊，先，我们孩子呀出生，来你来裹一下，我从没裹过，真有裹的吗？有裹的，就直接给他绑起来是吗？对，这也太残忍了吧！人好好睡的，我连那个蜡烛包都没给包过，就这么裹起来吗？其实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方式，这肯定不舒服。怎么糟糕啊？先不说舒服不舒服，先说孩子的发育。孩子发育髋关节，髋关节的这关节啊，跟别的关节不太一样，是髋骨那儿有这么一个窝，这个骨头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垂直的，这个大腿骨。这过程中，孩子往往髋关节发育不良，我们需要一个轻度外展来促使这个髋关节就是发育良好。如果你要是病着，反而不利于髋关节的发育，所以这个姿势不对。所以我们带点纸尿裤，轻度的外展，甚至让孩子趴着，孩子有这样青蛙式的这外展。再有一个呢，我们很多家长都说孩子生下来腿弯，我们仔细看，他不是大腿骨弯，小腿骨弯。有点是这样，对，这个要绑直了。对，其实为什么？因为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他腿是这么待着的。在子宫里面是吧？对，所以我们看腿直不直，不是看局部弯不弯，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三点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只要在一条线上，腿就是直的。千万别这局部的弯就开始通过绑，我们绑对骨头没什么作用，关键对关节是有影响。绑了反而以后就。可能就变形了，对，所以绑腿是绝对不对的。我以为这个有点道理呢，真是。还有这个拔萝卜让孩子长高，这个对孩子有损伤，等于无形中你拔的过程中是把关节腔给他一个外力，这个不好，这绝对不好。再一个就是睡硬枕头让头型更圆润，这不对。硬枕头怎么会圆润呢？对，其实多种睡眠姿势孩子更圆润。好，接下来看第三条，万能母乳。涂母乳可以让头发更茂盛，而且让皮肤更加嫩白。母乳最主要的好处不是涂皮肤，涂头发，喝下去就对孩子，对，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如果这孩子真的营养不良，估计涂啥也没有用。所以你看，你说来说去啊，这么多民间大家人认为已经传了上千年，其实肯定没有上千年。为什么能传这么长时间？因为它都是营养素，都是一些没有特别损伤的东西，吃不坏也捏不坏，因为谁也不会使劲捏孩子鼻梁，所以也就是说传下来，大家都觉得有这份心嘛，对孩子就觉得好像付出了爱嘛。所以经过崔医生的解读，大家对那些所谓的偏方就别信了啊，这些民间秘诀大家一笑了之就完了，对吧？好，谢谢您，谢谢。本节目由进口母婴限时特卖蜜芽 APP 独家冠名播出，生娃养娃上蜜芽，一起做个好妈妈。无理催生道，育儿零烦恼。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超级合作伙伴好孩子高速汽车安全座，机能科技更安全的联合赞助播出。宝宝在想啥？其实爸妈未必知道，但是呢
大人老以自己的角度去问宝宝问题。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是，老有人问你喜欢爸爸呀，还是更喜欢妈妈呀？这问题没有不被问的哈，也没有没问过别人的。你们家如果被问会怎样回答？你说他吗？对，我不会问他。你为什么不问他？因为我小时候老被问，我很烦。我印象中，我有记忆了以后，我的回答都是两个都喜欢，我就不说了。嗯啊，我有这个叛逆吧，反正有点就是不会逆反。对对，我不问。他被人问过吗？现在还没有，他太小了，他太小了，现在还没有。这是你们仨是吧？嗯，对。这什么时候啊？这个大概七八个月吧，六七个月。嗯，七八个月，嗯。我估计啊，咱不说问这问题啊，就是应该正常的话，可能你们家宝宝更跟你更亲一些。女孩子不一定，是吗？她有过几个阶段，她有过几个阶段是跟她，包括现在最近，她爸爸因为在工作，所以她回来的时间比较少。但是她一回来，她会要她爸爸抱，然后我要从她爸爸手里抱过来，她不要。但是他不是像别人要抱他一样那样子的不要，他是就这样就不要爸爸抱那种感觉，黏是吧？嗯，陪的多吗？他在家肯定就陪他了，但在家不多是吧？对，在家时间不多。对，嗯，对，比较没办法。但是好的是他这一年在他认人或者说认人不认人，反正他的时间都卡得比较好，他没有不认识他过。我有一个朋友，他老公拍戏出去回来，他就有女儿就有一段时间不认识他了。这一般卡多长时间回来一趟？就我坐月子他就出去了，啊，然后又一个多月回来的，平均一个月回来一趟。哦，没有没有，最近他在北京拍戏，所以他没有戏就回来，有时间不是没有戏，就有时间就回家就看孩子。嗯，孩子一般多长时间见不到亲爸或亲妈，有可能会忘。那得看这个，每孩子都不一样，每孩子不一样，看月龄也不一样，也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孩子十个月，我去香港学习，后来又去西藏援藏。嗯。两年后，两岁十个月回来了。孩子呢？其实我见到他以后，他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让我很吃惊。我去接他，从幼儿园下幼儿园，他见到我以后，他就穿着衣服不出来，到处跑说：“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嗯。完了，我领了出来，他也很高兴。但是晚上一说吃奶，就觉得我在屋里是个障碍。嗯。他觉得我在屋里好像他吃不进奶去，让我必须出去，甚至我不能摸那奶瓶。大概有那么三五天好了。实际那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孩子最最需要陪伴的那点时间，其实错过了以后真的是很遗憾。我们那个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片儿，就是又想问又忍不住的家长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到的回答，请看。 Okay, last question.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this, okay? Okay. Who's your favorite? Dad or Mom? Okay, you feeling better? Repeat after me.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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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 your favorite? Mum. Okay,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Who's your least favorite? Dad, Dad, Dad. Mum, Mum, Mum. Dad. Mum, Mum, Mum. Dad. 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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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Here we go. Who's getting a pony? And who's your favorite? Here we go. For the last time, who's your favorite? Okay. Hi, sir. Papa, Pa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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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엄마좋아오빠좋아오빠좋아오빠좋아응그러니까엄마랑아빠랑누가더좋아아빠가더좋아엄마가더좋아엄마좋아엄마가좋아응뱉어뱉어큰땐뱉어뱉어응뱉는거야엄마더좋아하면엄마한테달라고그러는거야 엄마한테달라고그러는거야
这是看着都心碎，对，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是不是每一个爸爸都面临这样的状况？其实啊，问这个问题啊，是自寻烦恼啊。为什么自寻烦恼？首先，你这个问题孩子很难全面理解。嗯，你说喜欢爸爸妈妈，那头一分钟，如果爸爸刚给你买的冰激凌，孩子可能会说喜欢爸爸。嗯，其实这种东西呢，给孩子造成一个特别虚的概念，就是你怎么就让他能够全面的说出来到底喜欢爸爸喜欢妈妈？如果妈妈刚打完他，他肯定说喜欢爸爸。嗯，其实也不见得是真的。嗯，所以这种问题真的不要问孩子。你会用一些招数骗你女儿说出一些你想的答案吗？我不会。你从来不？我不会。她现在还小，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啊，嗯，你不会就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别人去引导啊，或者说骗她呀，逗逗她那种，我也不喜欢。嗯嗯，常见的方法有这么几种啊，大家请看屏幕，来，引导宝宝判断的四大招数，这都是爸爸们想出来的，估计。一诱导啊，二过分迁就。三佯装伤心，四吓唬小孩，这些招我都使过。你一样都没使过？没使过。你老公一样都没使过？吓唬小孩，伤心，过分迁就，诱导，好像没怎么，好像没使过。有的时候我为了讨我女儿欢心，就过分迁就她。妈妈不让干的事我让她干，她就跟我好，她会亲我一下。哎呦，这样特别不好，这样特别不好。真的那么严重吗？小时候没事吧？其实啊，不是小时候没事啊，是你给她造成了一种感觉，她以后长大了，她也会开始说谎。其实这是一个促使孩子说谎的一个方式。长期下来对孩子性格发育一点好处都没有，或者说就他以后就知道我说谎话可以得到好处，对，麻烦了，是对吧？以后为了好处就不说实话了，赶紧回去纠正一下。对，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不要觉得这都是好玩，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玩，长期潜移默化的他就会记住这种方式。所以您认为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好孩子标准，好孩子的标准，对，好孩子标准就是他能幸福高兴，同时他把想说的话都能跟你说，甭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实话实说。对，实话实说。你认为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自由自在的表达他想表达的。嗯嗯嗯。我认为好孩子的标准就是高速汽车安全座。哎呀，我这不容易啊！对对，我们的赞助商不容易啊，对吧？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么一档好的育儿科普节目跟大家见面，对吧？好孩子的标准。就是该干嘛干嘛，嗯，不受大人的强迫，但他会说出来的，他会表达出来，对，会表达，一定要表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了，你和你老公虽然不说，也不让他接触别人，对吧？不是不让他接触别人，还没有别人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有一朋友来你家，啊，冲你女儿说，来叫爸爸，叫爸爸，一个善意又让人觉得有点恶心的玩笑，你怎么办？对，坏叔叔来了，你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我说别这样，那个跟孩子说话，我们不爱就是引导，就是诱导，或者是哄骗或者欺骗。我跟家里的人都说，我们不要骗孩子，要尊重孩子。这没什么闹着玩。我就跟他说，别开这样的玩笑吧。闹着玩就我们家不这么开玩笑。你会不会有点薄面子？不会啊，会吗？有点下不来台。不会啊。你不顾及这些是吗？我对啊。好，嗯，就是这种问题你会直说是吧？我会直说。咱们稍软一点，就是那爸爸好还妈妈好，有一个朋友问了，不是，是个长辈，比如说是你妈的闺蜜。我就笑着，我们从来不问这种问题，我们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你一定会站出来挡住，是吧？对，我会挡。但是孩子如果说了就说了，但是我会告诉他。您觉得这样做对吗？其实那个佳妮说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方式方法我们还真得顾及到周围朋友的面子。但顾及面子并不是失去原则，咱们首先把这个先界定清楚。比如刚才那个过来叫爸爸，他不是爸爸。那这时候呢，其实佳妮过来应该这么说，说的他是爸爸吗？不是吧，他是爸爸的好朋友，叫他叔叔。那是谁的爸爸呀？哎，就给他转过来，让那个人呢不要太尴尬。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用这种话来诱导我的孩子叫你。其实我们说完以后就告诉对方不要这么说，但是对方的面子会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要讲特别原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我们这样的说话态度会影响到以后孩子遇到这事情的时候会干脆利索，对孩子以后社交其实会有一定的误导。您刚才这番话我觉得对佳妮对我和对我们看我们节目的人都很有帮助，这回学会了就一定要温婉的拒绝，是吧？鉴于今天佳妮这么良好的表现啊，我们决定送你一个礼物。还有礼物吗？当然有礼物，有节目每期都有礼物。
把方便面拿上来吧。让佳妮拿着方便面坐在我们送的好孩子安全座椅里回家。我们要送你一个安全座椅。礼物已经放在这儿了，一个好孩子高速汽车安全座，还有一个啊，对，送一赠一，一个口袋车。哦，这很好用，对，很实用，很轻便嘛。谢谢。